喺香港嘅跑馬地都有一個好靚嘅荃灣嘅，咁呢度就金馬倫山同埋獵哥信山，都係超級豪宅嘅聚居地。我哋而家就睇間619尺嘅兩房，一間比較大啲嘅兩房，高型好市正。呢邊就入門位啦，可以擺鞋櫃，然後呢度咧發展商擺咗啲家私，分別就係一張橢圓形嘅餐台，然後就 sofa 電視。然后一个趟门嘅露台啦，个露台开晒，然后行出去露台望翻出去嘅呢条就斜坡比较出名啲，通常啲马仔就由个斜坡咁样运落去跑马地嘅马场去比赛嘅。呢度就有个厅柜，储物量系相当够，佢都可以摆晒啲茶杯啊，同埋啲饮品，仲有啲酒柜可以 d 翻几杯。呢边就系开放式嘅厨房，成 s 出名嘅品牌嘅家电，整体嚟讲几好嘅，同埋佢工作台面虽然系一字型，佢嘅空间都够。即是洗切煮都可以做到一条挺好的。巴黎做的豪宅其实挺漂亮的，因为它还有些陈家都做得很漂亮。这个就是白色的雪柜啦，而这个位置就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洗烫或者晾衫的区域，清洁用品可以放在这个柜度。浴室我就很喜欢它这只白色的混石面，因为它衬色衬得比较窝心，而这边就有一个浸浴区，海面这里还有一个细窗抽到的风走到挺好的。睡房摆位挺 OK 的，呢张就三尺床啦，有一个窗台位，坐喺度望住个山景或者睇下书都舒服嘅。预留咗一个柜位可以摆下杂物。主人房一入嚟就有一个大嘅衣柜位，基本上呢个衣柜位可以摆晒男女主人嘅衫啦。如果唔够嘅话，可以喺呢个位置再整多一个。仲有一个工作露台啦，呢边就主要望翻跑马地嗰边向北嘅。呢边就向南，一张大床，三边落到床，做咗一个化妆柜啦，做张电脑台，即系坐喺呢度望住山做嘢，其实几舒服嘅。摆咗一个英式嘅茶杯啦，俾你做个下午茶嘅时间 ，tea time， 其实几靓嘅。呢度现时就减咗价，减嘅幅度都几多，减咗30几。以前呢啲单位卖紧1700到1600嘅，而家减到去大概1200左右。好似呢啲单位，你哋又觉得值唔值得投资？欢迎留言。